我们都是神女，我们都是神女。今往后，你只是三界一个普通精灵，纵使至亲相见，见面不善，世间再无神女。 你是何人？你果然还在生我的气。我之前欺骗你，伤害你，做了那么多混账事，让你伤心，让你失望。你生我的气也是应该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 小兰花，站住！ 你这人好生奇怪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却一直跟着我，一再说些荒诞不经的话，实在无礼。 小兰花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你哪怕刺我一剑也行，一剑不行就两剑，两剑不行就十剑，只要你能解恨。但你别这样不理我。我是西云，是西兰族的神女，不是你口中的小兰花。小兰花。 小兰花，你不想理我没关系。 就很好看了嘛，是这样，记得吗？记得吗？要笑。遇见你是我最难忘的记忆，透过你眼睛看见的是我自己。 这个你拿着，命簿。这是小兰花的命簿。西兰灭族时，他的族人将他封印成了一粒种子，托付于我。但我只是帮他伪造成了兰草真身，却无法撼动他的命运因果。
他的命簿长出了新的因果，可他明明对我说过，上神的命格最为顽固，不会轻易改变。 最后的最后，真正可以替他逆天改命的人，是你，东方青苍。我明白了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，让他复生。不，你还不明白。最后的最后。 这才是真正的最后，尊上，该启程了，本座要为他。